希望大家跨年很幸运的出来。好，那个到场的运动员，到出云台来。如果是你们来的，应该就掌握在裁判员的手里了。抽到65号的，抽到80号的，直接就咱们还是按照上一轮提前的先后顺序抽签，我先公布一下选手的顺序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抽签的时候按照这个顺序来。刘洋、晚同乐、刘淼、沈申义、刘勇、刘坤、朱荣、韩朗红、裴一伟、张磊、陈哲、管振、刘颖、冯超、吴浩、包公峰、汪洋、刘鑫、王潘、陈双友、吴振宇、张太义、郭丽、郝天、风寒雨、单宏宇、苏尼日、郑凯、陈强、李克。以上运动员啊，抽签按照顺序，我下面喊到名字的选手入场抽签，选手不来的话就喊到再抽。本轮有两个空前位，一个是65号，一个80号。好，现在开始抽签，刘洋。78，晚同乐，70，刘淼，73号，沈申义，66号，刘勇，70号，刘坤。75号，朱龙，77号，樊朗红，74号，梅一伟，72号，张磊，79号，陈哲，71号。管振，71号，刘颖，69号，冯超，74号，吴浩，77号，包鸿峰。80号，汪洋，68号，刘鑫，69号，王潘，67号，陈双友。68号，吴振宇，75号，张太义，73号，郭丽，76号，郝天，79号，孟凡宇，66号。单宏宇，67号，苏尼日，72号，郑凯，65号，陈强，78号，李克，76号。
好，下面公布一下运动员的比赛场地。航拍单红宇十号台。管彤乐游泳十一号台。刘淼张太义十三号台。方阳陈双友十四号台，管冷彤冯超十五号台，刘颖刘鑫十六号台，郭丽李克十七号台，沈申义孟凡宇十八号台，朱龙吴浩十九号台。刘洋、徐强二十号台，陈哲、管振二十一号台，张磊、郝天二十二号台，刘坤、何振宇二十四号台，雷一伟、苏明日一位台。青山运动员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，现在开始举球，举球结束才开始。
对。塞纳河畔，乔治杯，2021，中式排球八十分分站赛，花语宣战，第三阶段65至80场比赛，现在开始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十号牌，裁判员高思敏，运动员王潘，单宏宇。11号牌，裁判员陈超强。运动员管同乐，刘勇。13号牌，裁判员魏思。运动员刘淼，张太义。14号牌，裁判员龙飞。运动员汪洋，陈双友。15号牌，裁判员张毅。运动员樊朗红，彭超。16号牌，裁判员彭亚琪。运动员刘颖，刘鑫。17号牌，裁判员刘金浩。运动员郭丽，李克。18号牌，裁判员徐锦元。运动员沈申义，孟凡宇。19号牌，裁判员温龙。运动员朱龙，吴浩。20号牌，裁判员岳平。运动员刘洋，陈翔。21号牌。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陈哲，管振。22号牌，裁判员侯云罗，运动员张磊，郝天。24号牌，裁判员顾依然，运动员刘坤，吴振宇。张建国，运动员雷一伟，苏米日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